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首局。我是王瑞，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周鹤阳老师啊，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看这个应该是三国擂台赛，我们俗称三国擂台赛的这个第一盘。对对对。哎，先锋之战。嗯。周老师您好。你好王瑞。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嗯。农心杯应该说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了啊。对对对。也是这个赛制也是应该很讨喜。对，是吧？这种擂台赛的形式，应该说也是独一无二啊、嗯！就是这个三国打擂台，我们一般以前是中日围棋擂台赛嘛，这种擂台性质的，但是这种三国性质的这个还是独一份儿。这个对、嗯，所以农心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啊。对对对对。那么今天是日本和韩国先锋之战、嗯、他们先登场。对。因为三国赛嘛总是有一方第一局要坐山观虎斗。是。那么今年呢第23届我们中国中方抽签呢是抽到了这个算是好签吧。那肯定是上上签。应该说三国里的这个坐山观虎斗的话、嗯、那相当于赢了一盘棋啊、因为第一盘棋你就不用下了嘛、他们两个在那决出一个、这个你已经赢了一盘棋了。对，今年应该是中国抽了一个上签。那么对，现在比赛呢已经是在北京时间1点钟开始的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方的先锋袁胜珍九段。对，袁胜珍应该绝对可以成为老将了啊。对。他也是今年这15位棋手当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嗯。他是85年出生。哎。当初他刚出道的时候是韩国的一个叫牛犊三人帮。哎、是的。一个他还有那个崔哲翰。还有一个那个朴永训。对。三位都是85年出生哈、啊、都属牛。对。但是现在已经是老将了。啊现在呢那么相对来说知约虎丸当然是小将了 是吧 ?99 年出生。对。虽然说小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虎丸啊、嗯、这个在日本人气非常高。因为成绩好嘛。对。目前他是现在是手握着王座，所以在日本他们都称为叫做知野王座。对对对对。应该说这个99年这个还不是00后，但是如果是在中韩两国应该已经算老将了，呵呵，但是在日本这个99年绝对的是这个年轻的小将。是。袁胜珍呢今年也是持外卡登场的、韩国的阵容里边哦，这届韩国阵容非常强，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报名的时候是他们韩国等级分前五的棋手。第一名这个申真旭是免选，后面朴廷桓、申敏俊还有边向一是选拔出现的，那么这一张外卡就是颁给了袁胜珍九段。对，说明这个韩国棋院还是非常看重这个比赛，希望派出这个最强的这个组合。没错，因为农心杯历史上来看前22届还是韩国队这个夺冠次数最多。对 对, 对，有13次。现在上一届也是韩国哈、是啊，上一届我们印象很深，这个小申哈、申真旭九段5连胜终结了擂台。是，嗯，好，那我们还是先追上棋局好吗，周老师啊、因为1点钟开始的，嗯，这盘棋呢是经过拆先，拆先这个是袁胜珍的黑棋。对。那么袁胜珍和知野虎丸因为毕竟有这个年龄差距不小是吧，对。知野今年还不到22岁。对。就将近15岁的一个年龄差，所以他们两位并没有相遇过。应该说彼此不会太熟悉，不是同一代的棋手。打了一个最普通的定式。对。这个袁胜珍九段啊很有意思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因为是老将嘛。但是你看他最近的成绩非常的出色。是。就是在刚刚结束的5月份吧，今年5月结束的这个韩国联赛当中啊，他是17连胜。哦，
所以说才能颁发给他外卡，对，才拿到外卡。是是当时这个 MVP 就是在他和申真旭两人之间争夺，嗯，但是就是好像是投票啊，嗯，他以这个还是多数，嗯，获得了这个 MVP，嗯，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最有价值旗手奖，精神非常可嘉，嗯，这个85年这个应该是岁数已经是三十几岁了，对，今年36岁了，嗯，好，他这个哎，这个先挂了，这个之前少摆了一手，哎，对，嗯，光顾着聊天了。好，接下来这个点奖，嗯，点三三，应该说点三三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嗯，哎，以往的话，像我们这个年代，包括这个袁胜珍这个年代，一定是都是双飞燕的，嗯，但是这 AI 的话是比较喜欢点三三，所以说这一盘棋，应该说袁胜珍还是非常的，应该说这个点三三应该是有备而来。是的。嗯。那么白棋挡在这边是不是也是正常的选择，嗯，对，因为如果现在挡在这边的话，这个明显是这个头比黑棋有头，这个如果打这个定式比较容易想到。应该说是这个定式的话，嗯，假如说老定式是粘，嗯。这样他这个头限制了他这个发展。是这样子，白棋的方向好像有点不太对。对，当然现在 AI 的那个人工智能定式有可能会爬。嗯。爬的话大概会稍微复杂一些。对。再逼过来。嗯。但是农心杯这个三国擂台赛它的这个赛制还是比较，就是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还是比较有趣，嗯，这个不能算是快棋，但也不能算慢棋。独特的赛制啊，它是每方各一小时，对，这个时间用完之后就有一分钟一次的读秒、嗯，啊，就没有保留时间了。对对，嗯，所以说这种棋呢，你说它快呢，也不能特别快，但你说它慢呢，也确实不慢啊，哎，所以这种棋就心理战，一般来说下快棋的话，像这种顶尖棋手的话，还是很注意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是吧？就下棋有个节奏是吧？时间怎么样来分配啊？是是是啊，尤其对方下一个比较少见的棋，你这个时候要不要投入时间去想？这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嗯，这两位棋手其实对农心赛制，我觉得都还是比较熟悉的。那是。像袁胜珍，因为老将啊，嗯，他第一届参加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是第五届，嗯，2003年。哦，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袁胜珍九段啊，他就是说农心杯出道的时候18岁，对，应该是经验很丰富，经验很丰富。嗯，对，这盘棋呢，枝野虎丸是没有贸然的去挡下来，他是挡在这边，挡在这边应该是最，对，挡在这边是正常啊，最稳健的一个下法了。是的，嗯。但下一步黑棋还是变招了，它是贴起来的，是吧？贴起来比较少见，嗯，这个棋形。这个正常的话，小尖比较常见，嗯，是吧？对，或者双，或者粘，或者粘也比较多，哎，嗯。现在小尖也有啊，但这个棋，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应该不会选择小尖，因为这边是黑棋的这个头在这儿。现在尖的话稍显有点重复，对，尤其这边还挺低的，是这样选择的贴起来啊，对，选择贴应该是比较强劲的下法。普通还有立啊，还有粘比较难，但这盘棋是袁胜珍是贴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是有冲断啊，这个棋白棋是明显是有冲断的，嗯。或者马上重断吗？对，马上先断一手，对，要断这边，断这，嗯，这个如果断这边黑棋肯定吃了，断在这边的话我猜测他会吃这个，哦，也是吃在这边，对，这样这个定式就相当于点三三那个定式了，这样黑棋再扩张这个这是我的猜测啊，这是大概袁胜珍的一个，嗯，因为这样他这个间隔还是不错，这样就是另外一局棋了，嗯，对，所以这个形状如果是断在里头，那黑棋肯定是要吃在里头，断在里头，它要吃在里头，这样这个再吃的话，提这个角已经活了，还是很舒服。白棋如果别的下法冲完，当然还有扳啊，这扳也是一个下法，扳的话扳黑棋有可能突个尖之类的，扳的话如果黑棋挡，那么白棋可以断在这里，对，再断这个，就是我防止了你吃这个的可能性，这样你粘上，你粘，当然你也可以粘上这个棋，扳一个是损一些，这样白棋再扳这个，这也是一个下法，当然黑棋也许是不会走了，黑棋有可能直接就是抢速度，让你这个慢了一拍，应该说这个地方还是选择性比较多的，对，但是我们能看出来枝野虎丸是还是
虽然是小将，但是还是很招法很成熟啊。他这个地方应该是觉得对方有备而来，他是选择了这个脱先。脱先。他大概觉得这边，我猜测他大概是这个地方不是太熟悉，尤其对方又有备而来，他这个心里有点发虚啊，然后就干脆，我们有一种说法，走不好的地方干脆不走也对，行干脆脱先了。那么这里对黑棋来说，能够抢到这个头，我觉得也是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可以满意，可以满意，这还是很个舒服的。对黑棋肯定是达到了他的目的，毫无疑问。那接下来是给收小脚，费，小费。这盘棋开局还是双方都比较谨慎，感觉对，比较慎重。对，应该说韩国的棋手他的力量还是偏大一些，日本棋手还是擅长于这个收术，所以看得出枝野虎丸还是希望这场战斗啊，还是导向持久战。袁世珍还有一个外号，我印象很深，他叫袁大锤，是的，是的，这个力量非常大。非常大。因为袁胜珍拿世界冠军的时候啊，就他拿过3金杯冠军，当时就是战胜的古力。对，你对想想，我们古力是怎么一个鼓励，多么力战型的棋手啊？对，是以力取胜，古对，力是古大力，他是袁大锤。当时也是出乎很多人的这个意料，是吧？对，没想到，觉得古力碰袁胜珍，觉得古力应该是胜面大，胜胜面面大，大的，没想到这个袁胜珍当时是一个黑马，是，是吧？当时对，拿到他自己的世界冠军，好像目前来说也是他个人的唯一的是这样一项世界冠军的，对，啊，世冠，应该说那次是出乎意料对，好，白棋是下的还是很稳健，黑棋应该说是这个跳，包括这个跳，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好点。应该说下成这样，黑棋开局还是，按以往的理论，肯定是觉得黑棋还是非常满意的。对，我总感觉这个头啊被黑棋贴了又跳，黑棋没有不满意这个道理啊。是，就是白棋黑棋变招之后，白棋选择了一种应该是一种避战的一种下法，所以说黑棋不管怎么说都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接下来黑接下棋来也黑是棋，下一步，对，填充。这一步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下法，这个就是这步尖冲，应该说是人工智能非常爱下的一种下法。反正小飞它就尖冲，大飞呢它就不能尖冲了，是，是这么理解。它选择贴，上贴，下一个，这里单，这个角定型的白棋选择拖，也比较紧凑。对。这是虎过来，对。战胜。这个扳起是一个老下法，就是这边有子的时候把它扳起来，这个下法我印象中这是韩国人最先下的，但这盘棋是这个枝野虎丸下的，对，虎丸虽然日本棋手啊，但是虎丸的老师是叫洪清泉，是一位韩国棋手。韩国棋手，对，因为这个洪清泉，这个应该说是到日本定居，移民日本之后呢，在日本开了他这个道场，红道场，对，应该培养了很多的这个日本的职业棋手。目前像比较有名的虎丸，包括女子的李菜、藤泽李菜，都是从红道场走出来的。是，那非常应该说把韩国围棋的一些理念啊带去了日本。我们刚才说日本棋手擅长于收术，但是虎丸他应该说他的棋风还是比较力战的，在日本棋手里头，对。所以他这个日本的这个第一人井山裕太，他的棋也是比较有力量，但是虎丸跟他在力量搏杀上还是两个人还是非常非常伯仲之间。其实虎丸现在我们看到就虎丸，虎丸现在在日本啊，他们不是按照头衔来排名吗？虎丸其实排在这个第二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日本这次的阵容呢是就是四大头衔获得者，加上关西棋院的第一位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没有经过选拔，就是按照排位来按照的，排位来，对，也是非常强的。对，但是虎丸这个出场顺序略微有点让人吃惊啊，因为以他现在这个在日本棋界的这个位次，他应该再往后一点，应该像
在副将啊，应该这样一个位置。应该说，虽然是这个咱们这个比赛叫三国擂台赛啊，嗯、农行杯三国擂台赛，但是呢，现在应该客观点说，日本的成绩是确实是现在是在走下坡路。哎，从我们可以看出来，日本这个他很难拿到冠军了。现在，所以其实虽然是三国擂台赛，但是其实有点演绎成中韩争霸啊、哦，哎，有点中韩擂台赛的这种感觉。嗯、但日本呢，毕竟也是我们一直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要把日本这个加进来。但日本呢，应该最早的时候，我们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他是一个哎老大哥的那种，就是最鼎盛的时候，他是绝对的上手。他那时候就是排兵布阵，就按照这个他们的。日本的国内的排名来布阵，但现在呢，我觉得他们是要，不会考虑这些了啊，也会有所这个出奇之胜，出奇之胜。好的，好，我们看看实战啊，白棋现在搬起来之后，黑棋靠，黑棋靠这个、他当然不肯随手这么搬一下，是吧？搬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看棋风的，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有可能会简单搬一下，搬就可能白棋会退是吧？白棋会退，这样呢，白棋就是比这个形状稍微撑起来一些。这个就是搬，另外搬完之后呢，这个棋形它以后吃这个会显得大一些，会吃这个啊。比如说这样的话，吃完之后，这个地方，我们水平高一点的这个咱们这个棋友就能看见，这留下了一个什么点方的这个一个缺点，它这个搬如果在这儿就点方就差一些。他这个紧住这口气之后，这个点方会厉害一些。就是扳还是比较紧凑的啊，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你如果不能反击的话，他希望扳。另外就是使这个打会变得那个会打的会变得大一些。所以这个棋应该说，这个就是反应棋风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能看出来袁胜珍他袁大锤啊，他这个地方他是不肯被白棋便宜，不肯他被他便宜，对啊，这里就是靠上来，确实因为这一代呢，白棋有这个一打，有这边很多借用啊，对，这个我们能看见这个打是肯定能打着的，虽然这么吃或长有点勉强，但我们能看到假设说啊，我们这个地方碰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碰一个也是手筋，当然如果直接碰的话，他一定会这么长出来，进行作战，这样呢，他下部这个吃更厉害了，但是我如果在这边作战，他觉得被他吃到这儿，不见得有那个成算，所以他利用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味道，选择从这边碰，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战术，好，这一靠了也是问问白棋的应手啊，是这样，看这代你怎么应，其实这代白棋呢，直接来应是不太。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选点。容易想到的就是往下搬，就搬一个。我猜测黑棋也就是便宜两下啊，比如说他这种，但最有可能他是有断的可能性，他就跟你这个利用这个地方的断点，反正这个他其实可以打，但是他老是保留，职业棋手喜欢保留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假如说打完之后再一断，这样就容易产生着很多的味道，所以这个地方白棋他最好的办法也是就是说我把这边的毛病补净，然后那边再选择那个全力的作战。对，他白棋虎在这里一手棋呢，把这个味道补干净。当然黑棋有收获，黑棋现在等于在这里连走两手。对。搬过来。黑棋应该说他的目的还是挺明确，他希望战斗发生在这边。这边他觉得不是围控的地方啊。但如果刚才要选择搬的话，那就准备要围这边了。这个是一种，就是看你的选择。白棋从这里靠出来，靠出来。现在是在打。双方是一种各行其事啊。是是是。打吃的时候，白棋选择了长。长，他不愿意被搬头。对，这个如果被黑棋搬过来，这条线就已经封锁了。是。黑棋也是下得很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在一个赤子练习啊，刚好就是四个子把这个拔花是吧，对，这个效率呢也比较好行，对，好行，效率很高，对，我们有一句话，这个中府拔花60目，边上拔花30目，是吧，我们那时候学棋的时候说这种被人拔一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对，其实就是其实这个棋呢，我觉得大家计算是没问题的，就看怎么判断是吧，周老师，是就两位棋手是不是他们俩有一种默契，觉得自己都还可以，
对，那按以往的这个对棋的理解，肯定是觉得黑棋比较舒服。嗯、这个拔能刚，尤其刚开局拔一朵这种空间，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拔朵花是非常满意的。对，嗯，但是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看人工智能的很多棋谱。也是刚开局，不能说是前二十手吧，但是四五十手被故意让人家拔花的也挺多的。哦，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还是看实战的效果。对，因为我们说这个，不管边上三十目、中幅、六十目，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啊。对对对对，也甚至有点夸张的一种说法。对，就是其中它这个价值非常大。对对对，但是要给它量化了，到底是多少目？这个对，就只能人工智能来判断了。啊，接下来白棋搬，但看起来啊，确实这个拔花还是很有威力的。对，因为拔花之后，对这几个子儿还是影响很大，应该说是，明显是白棋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的薄。嗯，白棋也是下的很强硬啊，这个地方是要搬了长这个地方。对呀、啊，他一点的想法就是长过来就是的。尤其这个对方这个地方还是个拔花啊。这个他觉得，这个只能说他觉得有点很威力不大啊、嗯，他大概是吧？大概讨厌对方刺一下，刺一下有点难受啊、嗯，只能是，但是觉得黑棋的步调比较好。不管怎么说，白棋这个下法是有点勉强。你看现在。嗯，袁胜珍，我们叫袁大锤啊、嗯！袁大锤要发力了，发力了，这个马上断上去。对，这个首先要看征子。征子，对、嗯，这个子刚好引到征了。这个子引到征了，这个应该说这两手棋起到作用了。哎呦，这个被如果断不能征不掉的话，嗯，白棋是不是有点麻烦了？嗯，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很容易能想到嘛，这个对他们来说不难，这个你扳长明显有断点，那白棋呢就是说不怕。只能这么理解，看白棋怎么处理。哎，他既然这么选择，他一定会要想到断上去，这就是对他对棋的理解了。但他应该是觉得不怕。哦，黑棋压拿过来。嗯，他这个形状唯一的好处就是白棋尖着之后，黑棋这个是一个丁巳的形状，也是有点、嗯、也是一个比较不佳的形状。嗯、接下来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味道啊，对对对，有个冲断的味道，但暂时没有棋。嗯。他这个冲断还是会考验一下黑棋。他现在马上冲断了。嗯，考验一下黑棋。啊，断在里边，问问你怎么应。如果正常的话，粘上是也没问题啊，粘上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会收下气。对。长进来。这个收气还是有点难受。对，这个收气好像要。对。黑棋要稍微损一点。对。是吧？要这样。要卖一个断。要卖一个断。嗯，要黑棋为了延气必须断，对，这一下还是损失有点惨重，这样白棋都活了。多一个断，因为白棋提也是先手，对，这个吃完了打吃以后就已经活了啊，可以干到，完了之后提是先手，嗯，那这已经白棋基本上先手做活了。对，啊、黑棋只是这边厚一些，但是这边如果都被对方活了的话，这样这个白棋的成果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黑棋还是不能。不想让他在这边补强。断的时候，黑棋选择的是吃在里边，嗯，很强硬。嗯，吃在里面呢，就是说这地方被拐一下，头稍微不舒服。这也是白棋当初选择这个扳长的一个用意。嗯，他应该是就是瞄着这个冲断，哎，尖冲断之后问一下应手。但是呢，这个袁胜珍应该说不为所动啊。对，我被你便宜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在搬，然后黑棋跳出来、嗯、黑棋跳出来，这一跳有点感觉白棋两边啊、嗯、都有点苦，是吗？周老师，尤其这个拔花非常厚，这个棋正好派上用场。对，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跳，现在就是这两手棋现在是大放光彩啊。我们可以看见会和征子会有很大的关系。对，照这个呼应了全局的各个方向的征子。对，所以这个地方总觉得白棋还是有一点点的冲动啊。虽然是这两下很舒服，但是舒服完之后，还是没有解决主要的问题，嗯、就是这块棋还是很薄，嗯，现在这个白棋是白棋要处理啊，现在这边不能死吧？那肯定，那这边也不能完全死，两边都不能死，对，嗯，最好的办法就是这块肯定要活出来，然后呢，这边死的小一点。是比较合理的。这边活起来，我们看看他怎么活。嗯、因为白棋、黑棋这个角已经是铁厚了，嗯，基本上没有什么借用。这边又是一朵花，哇，也很厚。
感觉白棋现在有点难办啊。现在白棋，现在白棋我们能看出这个还是跟征子也是有关系，但是这个应该还是防住这个征子了。所以这个棋白棋本来可以这么争，应该是可以这么争，但是还是争不掉，还是这样啊。看一看啊。应该是争不掉，争不掉。如果争掉，他两个人这要相信两位高手，最基本的争子应该不会算错。不是他如果能争掉，他刚才也就不用尖了，直接打了一争就行了。对，那个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黑棋，在断之前就应该这个争子就是这样的。这个棋，所以说白棋是争子不利，对白棋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如果征子不行的话，这个白棋就得自己做活了。这个怎么做活呢？看起来，因为他这个打是先手，还是有一些眼位，是吧？好，就是可能有最后要靠着这一打，对，是吧？对，靠这一打。他也不打。但对黑棋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负担。即使白棋都活了，黑棋也不差，是这样吗？黑棋选择面应该非常广，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活，然后我吃这边，然后这甚至我可以比如说把你这个段吃了，黑棋应该怎么都不会太吃亏。作为白棋来说，我们说他这个要处理起来确实对他来说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现在看看，真的替白棋想想办法，怎么做活。对，这个棋他先挡住了，挡住也没有活，这个棋现在挡住明显没有活，然后黑棋一压，压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跟现在棋局完全同步了，已经追上他这个实时的进程了啊。对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虎丸和袁胜珍呢，也是这个实时的画面，是吧？是啊，应该说现在这些虎丸，应该我们能看见是在进行长考，现在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容易想到的是吃完了，把这个顶住这个眼，但是这明显是只有一只眼，跟人家一般。这个，而且黑白棋我们注意啊，这个气也不是太长，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吃对方一块棋，但是他气长的话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他这盘棋白棋的气也不是很长。这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不挡的话，吃掉大概总是要吃掉，先打掉，是吧？打掉是没什么问题。然后贴这个他应该也是不活，他怎么跳进去，这个地方也不活，不活，因为你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你现在做这个我是可以冲这个，你这个不是眼，你输这个的话，我就拉回来，你输这边我粘这边，就这两个我，你反正你走这个我粘这个，你输这个我拉这个。哎，我这样的话打吃，行不行？有可啊，对，这你的意思再往这边挤，对，我挤这里，对，这样应该是会有一个劫的可能性啊，这样。再提这个，再提这个，这样的话可能出现一个劫。但是它这个地方还有个，它还有个后门，比想象中的要复杂。这个大概会有个劫。对，因为黑棋啊，有很多本身劫材啊。对对对，黑棋选择也是很这个下吧，应该是也是这是一个劫。对。但这个劫白棋稍微有点难受，就是黑棋，我们说他一手棋解决不了。但实战的话是初初的看是没看到，我们这样一冲感觉连劫都没看见啊。对，实战就是下到这个压。因为这还没有吃是吧，他这个还是一直没有吃这一下。那么对白棋来说局部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好活了。对，这个从局部来说他肯定是不好走，好走的话他肯定第一时间就要落子了。对。没必要在这地方花时间。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时候这些虎丸应该是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因为下到这儿突然，就是你前面下的挺快，突然这地方停手了。那说明你肯定不是自己的臆想图啊，也不是自己那个想要的一个图，所以他才会突然这个把速度放慢了。因为这些变化也不是太难算。我们先替白棋想想办法的话，局部暂时看起来这个做活不太可能啊。那么能不能就是吃他外，通过从外围，对，比如说黑棋白棋
白棋这个小尖应该是先手。小尖没必要，不用尖，先不用尖。对对对，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外围，比如说我们就长一个，这个地方黑棋我们就长是先手，这肯定是先手。再扳住，扳住，这是一个杀气的一个图。这个就要算了，这个要且算一阵，甚至可以先直接扳，也不用走这一下。这个是比较容易，因为长是绝仙，对，是吧？是绝仙，因为这两个是绝对的棋形，是不白棋如果能吃通的话，那就是白棋肯定是大获全胜了。因为这两个子黑棋不能轻易的让吃掉。如果走这个的话，他应该从收气的感觉是应该要搬在这儿，这样搬过来。白棋气也不长啊。我再能顶。这样他这但这个有可能是收紧气有点难，所以他是不是在算这个他要不要立一下啊？大概是要再算这个。对，先立的话，黑棋如果顶是吧？哎，要吃棋的话就要有可能尖，对，尖也是有可能的。尖的话，你相当于你挤了粘的话，然后再吃出来。就是你下面还做不活。是，这好像还真不能立的话就活，这个下面不活。这样的话，就本来是可以扳住把黑棋封锁进去进行比气的。对，这个就跟气没关系了。所以说他这个确实还不能立，不立的话他现在应该就是在算这个，是在算这个扳。哦，果然扳了。他是果然是扳了。没有没有，这是我们摆的。这是我们摆的。对，这是我们摆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的棋盘呢，是我们演播室的画面啊。是还是在参考。对，演播室的画面，我们现在因为这盘棋呢是网络对局。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疫情的原因呢，像这种国际的性的赛事还只能通过这种网棋，好在我们现在还有围棋可以通过网络来对局，是吧？那么他们这两位棋手也分别是在日本和韩国进行对局的。对对对，也可以，他们应该是有，我觉得应该是有监视器能看到对手的这个视频哈。应该是这个网络对局，就是一定得能看出对手的这个状态。你首先他不能拿手机啊，肯定是他的旁边不能放有这个电子设备。因为我们知道网棋的有一点就是不能看到对手的表情和这个手弹，这一点其实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是吧？是是，就那种对局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最害怕的是对方那个作弊嘛，就看一些 AI 的下法或者偷。但是像这种这么高规格的比赛，他肯定现场是有很多工作人员的。是，这点倒是可以放心。但是他们肯定是有规章制度的，要限制住棋手的一些自由嘛。对不对？我记得去年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中国棋手登场嘛？有中国棋手登场的时候，其实，在中方我们能看到是有这个韩方的工作人员拿着这个像安检一样的东西啊，扫描仪一样的话，要全身给你进行一个扫描，对对对，啊，防止有这个电子设备。他应该是会有个第三方人员啊，就不属于你棋院的、这个、对监督人员，对对对，是会来那个、要确保一下这个严谨啊。是是是，好，袁胜珍同学应该是现在很轻松。这个我们说了，他是不仅是韩国队年龄最长哈，整个比赛都是年龄最长的。对，但是他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主动要求当先锋还是什么。他应该说从排名的角度，他应该也是韩国现在当先锋单先锋也是可以正常的，也是正常的。他也是持外卡进来的嘛。是，八月份的时候他是第五名，九月份的时候稍微下滑了一位，现在是第六名。但依然排位很高。对对，袁胜珍确实是挺有意思。你看我们前面介绍他，曾经这个还是拿过世界冠军哈，但是之后好像我觉得中间有这么一段空档，你们觉得他好像有点退出一线的感觉啊，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也不能这么说，现在客观点说，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棋界应该还是属于一种群雄割据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说会有一冠王啊，这个称号的人很多，也拿过一次冠军的人很多，应该说大家的实力，应该说还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说他也没有退出，但是他就是他呢，就是说也不能老拿，就这样，他实力也不够，就是这个这样。对，可能他也有这个韩国有兵役嘛，服过兵役之后，现在又回归，并且这个成服兵役应该很早的事，这个成绩一下子就大幅的回升哈。现在应该目前还没有下到这一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动作，这个呵呵，知野虎丸是吃了一点东西啊。
补充一点能量啊、吃了一颗糖，好像是吃了一颗糖，有可能是个清凉糖啊，应该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是他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凶狠啊，嗯，他没有想对方这个本容易想到一点的是，他应该说，哎，我这走你就是跑出去，这个还大家是慢慢下，哎，比如说这么下，然后呢，白棋不知道还要不要再走，然后我活了，这样咱们慢慢下。嗯，但是他没想到对方是非常凶狠啊，直接就是要跟你这个进行肉搏战啊。这一下白棋现在也是有点骑虎难下了，哎，从正常角度来说他确实只能搬进去了把黑棋。但他现在是在犹豫中，这应该能看出来他这个这种棋，以我的了解，他只要犹豫，这个棋应该说是他是遇到很大的这个遇到困难了啊、嗯！因为龙心杯，我们知道它这个时间啊，也不是很长，是吧？每个局部，如果你已经有想法的话，不会想那么久。对，这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能感觉他快参考了有十分钟了吧？这个地方，嗯，这十分钟一个小时，这十分钟这个六分之一啊，这就没了。这个还是很宝贵的，下不了决心，现在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出现误算的话，这个黑棋把白棋吃了的话，那白棋可以说是马上就可以说是啊、哦、落子了，还是搬了，嗯，搬了，这个想了半天还是要这好像确实也不搬也不行了啊。这个就是不搬呢自己也活不了，关键是对，所以这也只有搬了。那黑棋是选择，确实也是选择我们这个搬，这个是要点，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他立不着这一下，这个他有点痛苦。要是能立着呢，他就肯定是，如果他能立着，哎，和他这个交换一下，他肯定是要这么下的，但他立不着。这里如果说白棋就这么简单的被吃掉的话，那肯定不行，他绝对不会是吧，绝对不可能让你简单的吃掉我因为这个吃掉的话，白棋我们能看外面什么也没有啊，对不对，没有什么收获啊，对啊，你没有任何收获，那怎么这个不能，这不光是木的问题，这个也是棋精啊，这个对不对，不是不光是木，也是棋精，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双方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本局应该最激烈的一个时刻了。白棋通过这个长考之后，他是选择搬粘。嗯。搬粘这个。哇，这个看上去是双方是绞杀在一起。嗯。这样形成了对杀是吧，对。有一种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可能是会形成双活，因为我们能看出这个两个人空间还是很大，这中间这边会有一二三，有三至四个攻气的可能性，然后另外黑棋这个眼现在看不一定能做出来，哎，不一定是一只真眼，嗯，所以如果是一只假眼的话，那攻气就是你要吃对方你就在收攻气的话，那是非常非常这个就很痛苦了。就这里如果说形成双活的话，那么先手和后手差别也很大。嗯，形成双活这就对，这个就得重新分析了。对。现在还是要看这里是具体的情况。这个有这种攻气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个一个真这个口诀啊，就是不要先这对杀的时候不要是什么先收外气后收攻气，对，就千万不要先去收，就是说千万不要去往这里收气，哎，他为什么不先去顶，就是其实他已经看到这有可能是攻气的可能性了，所以就不要去往这边走，一定要先收这个外面的气。嗯，现在袁慎真也是在进行长考啊，对，因为现在比较关键的时刻，对，嗯，有可能会一锤定音。哎，你这个黑棋现在其实我认为他大概是有选择的，就是他有可能是在选择，嗯，就是容易想点的话啊，我顶一个应该是双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粘住中间有三个攻气，哎，这个就比如说啊，我就这么吃，哎，这个比较容易想到，这个我就提，嗯，这你看这个有可能也是攻气。哎，白棋如果说我们就假如说啊，我们摆个最简单的个图，嗯，就挤了，
这样，这时候这个应该就是简简单单一看就是个双活，这样子，哎，哦，这四口公器，这位有四口公器，那总是双活了，哎。这个虽然你现在白棋这外面有一二三三口外棋，黑棋有一口外棋，但是这有四口公器，嗯，这肯定是双活。这样的话那就是黑棋可以脱先了是吧，对，但是我这个我们摆的比较粗糙啊，这个地方白棋也许可以不挤，嗯，就是白棋现在也许可以走外面一点，嗯，但是黑棋我猜测是双活，是黑棋，是黑棋肯定不会死，黑棋双活的可能性是完全是可以的。那黑棋呢应该他现在要再做，就是我最差的一步是可以双活，嗯，然后呢最好的呢是净杀你。还有一种可能性，黑棋也许会能造出一个劫来。嗯，如果造出一个劫也是有可能。那总的来说黑棋的几个变化图对黑棋来说都没有致命性的打击。对是吧，对对对，黑棋没有致命打击。这个棋如果黑棋把白棋吃了，这个棋白棋肯定输了。哎，就说最黑棋最差，我可以做个双活，也可以双活，哎，啊！但是他这个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就这个局部来说啊，嗯，当然你得选啊。现在这个也是你到了这个岔路口，你黑棋得选这个，然后也要拼计算的时候。哎呦，我看到虎纹这个表情，好像也是比较难，有点难过啊。嗯，因为现在主动权是掌握在黑棋手上，对，很难下。嗯，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些下法，比如说我们挖一个，就是送他一个，送一个，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打劫，对，这个地方以后会有可能有打劫的可能性。送一个的话，这样子攻气会少。对，这样是你攻气也会少。这个地方白棋不是黑棋，这个有点苦肉计的意思。嗯，这个不见得有成算，哎，这个也不好讲。这样的话，这个我简单摆一摆啊，这个地方走，这个提掉。白棋再挤这个地方的杀棋的要点就是一定要先收外面的攻棋，不是先收外棋后收攻棋。嗯，挤到这里现在一口，嗯，如果算扑进去，现在也不好扑，因为这个气也没有算。对，他在吃这个，这好像也是，这个也已经双活了。嗯，黑棋要吃的话，只能先收这口气。只能先收黑棋，就是说如果要一定要吃白的话，嗯，只能这么来，嗯，这样倒是有可能会有个这个劫的可能性，用这个再打这个劫。嗯，我简单的摆了个图是有个劫的，靠这个劫。但这个劫对黑棋来说有必要下的这么就这个就这对，这个，就比较激烈了。对，这个就要看，也是要看性格。哎，这个下一期我们经常说棋如其人，这个应该说现在黑棋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嗯，但是我认为以袁胜真的性格，他还是有可能会下很激烈的棋的。就是黑棋，他有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吃白棋。嗯，哎，比较稳一点的人性格的话，你比如说李昌浩，我猜测他大概就算一个双活啊，哎，就使这个局面拉长。这个劫。打起来白棋先手提啊，但这个地方这边会不会有些但这个白棋也确实可以，这个变化有点多，白棋也可以先长掉，之前可以先长掉，之前长的时候它有可能粘在这儿，还不能完成这个地方，但是这样你吃完我也这有本身劫，白棋也有，这个黑棋确实没有，不一定得有成算，所以它也是要打劫的，但是黑棋确实有可能有劫的可能性，这个地方还是很复杂。它有几个选择，是，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主动权是一定是在黑棋手上，黑棋可以选择双活，也可以选择跟白棋这个好。那白黑棋好像还在考虑当中啊，因为这个确实很复杂，这个有点我们说的一本围棋死活题书啊，叫发扬论啊，这个地方岔路口比较多，对，像这种棋，哪怕是他们这样顶尖高手，要是想全部算清所有的变化，正常来说也得要一个小时左右。哦，是吗？就是这，因为这个那不能把一小时全投在这个局部，对，这个你要是而且你全投进去了，你如果形成一个
那个双活，那你后面就时间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棋还是要看他的这个，他肯不肯把这对，时间有，投入。要有取舍啊。但是你看袁胜桢还是不肯放过他，他应该还是要想想这个地方一招致命啊。这个地方应该是还是非常精彩对，黑棋的，他把想把这里算透，是不是？对对对，因就为除了刚才我们摆了一个双活，还有一个打劫之外，他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变化对，啊。应该一个顶一个旺，这个是比较容易算到 对，因为这个，因为不仅是这个局部，还和外围有些关系，是对吧，周老师？对对。就是外围能不能把这边对，到底最后怎么定型？是，因为看起来这里呢，进吃的可能性好像不太大。进吃可能性不太大。我觉得黑棋能做成打劫，应该已经不错了。对，黑棋就当看然怎么打。双活，大概它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它是要算从这边吃，把这边慢慢先这样受外面攻击，也是有可能。现在应该是以我的推断是这三手棋选一手，但是它要算一下。顶的话就可能是顶是最双简单，活，顶是最简挂单的的。话可能是打劫对对啊，对，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吃在这儿，吃在这儿，会不吃会在就这有第三种的变化？哦，它是收在外面了。哦，我看着，它是收哦，在外边，它是单粘了是那这吧？儿。哦，这个也这哎，个这个也有可能是一步好棋。粘的话，那你这里黑棋白棋这里要补对，他先看看你走哪。你如果挤，我等于是外面还多个吃，那他是不是会好一些？所以黑棋还是比较狠的，我粘感觉这个就看是上去还是，里外都要的感觉是吧？要粘到这边多一手棋还是有帮对助。对对，这个粘应该也是不错的一手棋，因为它是还是我们说的先收外棋肯定是对的，这个地方它先收个外棋是对的，而且他看一下白棋的白棋走哪，白棋现在从正常角度上他应该是要挤这个的，对。但挤这个呢，他等于这手棋有可能如果是双活，这手棋价值不大，那我到时候黑棋就有可能选择顶一个了，这个地方，他先问你一下白棋走哪。如果你长呢，那相当于你本来你可以先做这个交换，那我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想办法要杀你了。这个粘一个，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一手棋。先问一下白棋，正常的话白棋是只能挤，我认为这棋正常它应该只能挤进去了。挤的话，黑棋就考虑双活，应该是这个用意。所以黑棋的选择还是非常多，因为黑棋如果说能先手双活，如果再能把这地方再加一手的话，这个地方如果就是说你如果里头要是个双活，我还先手双活的话，那我外面还能再打一下，这个就再加一再加一手，刀啊，这个黑棋应该是形势这是个对这个，非常有利了，这个加一刀基本上就已经吃干净了对对对。这个棋，当然这个地方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先手双活，然后他这个是怎么办的？不是顶就是还是吃。如果能被黑棋先手活的，先手双活的话，这个黑棋的满赢意面，吗？对，满意会满很意，大。而对。且我们知道这个农心杯采用的是韩国规则，黑贴6目半，所以就是和我们中国规则黑贴这个7目半还是黑棋稍微要有利一些，对。但这盘棋，我认为跟一目棋没什么关 系关系了不大了是吗？这盘棋大概跟一目棋关系不大了，因为 他们不现会那在么这个，细的。对，现在他们这个地方的出路，一个出路大概会差出，我看会能差出一个小贴目，所以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挤了。挤了，他是要挤啊，然后所他，以黑棋等于做2个交换之后，再看这个局部怎么收最好。然后他选择吃。还是这个下的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要先收外棋，后收这个公攻器，器。这个黑棋确实是按照这个步骤在下呢。教科书是吧？对对对，有点教科书的这个意思啊。这黑棋粘吃，这都是先收外棋，下的还是很经典这个棋，是这个下得很细腻啊，黑棋在这里，你看它这2个先交换之后再吃，对对以对。后再走，可能白棋。你再粘，有可能白棋会缠过对来对了对对对对，他是粘一个，本身也是紧了一口气，然后我还能让你这地方，相当于我让你先看看你走什么，白棋确实也只能挤。这一打的话，黑棋白棋现在是反打呢，还是粘肯定不能粘不能了？粘，粘的话就粘中没气了。对，粘没有粘自己一气啊，相当于是，那也很痛啊！将来这个就黑棋收气的时候，还可以
这个提子来收棋。对，现在搜刮一下白棋。现在白棋现在也是面临考验，这棋白棋现在简单一点是要去，还是也这一下打不打掉啊？不打也可以，大概是也是要收气啊，或者单挤吧，挤这个，因为这个总是先手。这样他会不会冲掉？啊、冲掉也是有可能，你不吃就有可能冲掉。因为他这个跟也是和气有关啊。对，黑棋现在很舒服，就一边收气一边在那个什么？在收控。就这样搜刮的。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我们简单摆一个图啊，就假如说顶掉，走掉，提，这个你吃，我就粘住，侯，这个也是双活，这个是最笨的一个下法了，对吧？白棋挡啊，这个是好像是都是双活的很多了。这个棋，黑棋甚至都可以不提了。这个棋我看白棋要坏了。这个棋，黑棋如果不提的话，就是黑棋先手了。嗯、黑棋先手双活，这边加一刀。黑棋如果先手双活的话，这个棋白棋不行。白棋现在就是最好的办法是白棋要做出一个先手双活，还有的下。就这个棋白棋先手双活，白棋。还有的下，就如果是白棋后手双活，那应该是白棋已经要，已经是在这个认输的边缘了，应该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这一带怎么样来定型很关键。嗯，现在白，而且黑棋很舒服啊，它一边这个是有木的，这你看这吃两个子儿，这个就是增加四目棋，增加了五目棋啊，这下面还多了一目棋，增加五目棋，这个白棋很痛苦。这个棋白棋现在白棋怎么收怎么定型、应该这个双活的问题不大，双活问题不大，但是白棋敢脱先的话，我认为有可能会有个劫，因为黑棋是我们刚才说它可以选一个苦肉计啊、黑棋是有苦肉计的可能性的，这个地方白棋是有点，因为白棋自己不肯去粘嘛，这一下就你现在白棋比如说打掉，然后要自粘一手的话，那黑棋就已经可以脱先了。黑棋应该是可以。刚才我们摆这个变化呢，因为有这个对你好几口攻气，对，是这个意思。一二三四。但我们现在假设啊，他如果不粘这个，然后白棋脱先的话，那黑棋是应该，我们假设随便摆一手啊，这样黑棋先走，黑棋是有可能会走这个的。黑棋是有可能吧？这样我提掉，你再提我这样我这就有可能是打劫了，这样你这样肯定是怎么下都是个劫了。走这个，我就算走这个吧。你怎么这样，我最后还是会扑到这儿，对不对？就是你不管怎么下都是个劫，这就是个打劫了。对，这就有个劫的可能性。如果这边是劫的话，这里好像是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带响了。这个你啊、哦，对，这黑棋还有可能靠这个劫啊、哦。还有本身劫，有这个本身劫。那但是但白棋我认为不能脱棋，不必须得抢先手。这个应该现在是黑棋是非常主动，应该说是白棋要想办法脱先。应该是这没走啊，这个地方就是白棋粘呢是肯定双活了，但白他已经打了，打白棋把这里打掉，把这个打掉了，打掉了，打掉，然后黑棋提掉，应该是要脱先了这个棋，因为粘的可能性不太大，粘这个自己虽然是活了，落一个后手，落个后手，但是这个棋不应该是没法争胜负。这里还没有走，但是留了一块这么大的龙进行打劫，这个也是需要勇气啊。所以这个直接虎丸是遇到了还是比较，现在有点难办，是吧？一个岔路口。现在接下来可以白棋有没有勇气脱先？应该是要拼一下，这不拼不行，这个地方是要拼了。但是拼的话也是尖了啊，尖了一手，这是他的权利。这是白棋的权利。现在应该是在算脱先的问题啊。从现在这个时间来看，应该有一方啊。进入读秒了，是吧？那应该是直接虎丸，这个虎丸应该要已经离开始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嘛。应该是白棋现在进入读秒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了。
现在就是必须得每一步棋都要想，尤其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地方。嗯，然后你要在一分钟马上就要做出这个判断，这非常考验棋手的这个状态啊。对，这个非常考验这棋手的这个心理素质。嗯，啊，现在这些能参加农心杯的棋手，基本上也都是久经考验的战士了。嗯、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个棋作为白棋确实是有一些难办呢、啊、不得不承认有点难办。嗯，这个棋但是我觉得他必须得要考虑脱先。啊、哦、白棋在这里这个如果再花一手棋的话这个棋局。对，如果里头是白棋后手双活、啊、那应该是这个棋没得下了、嗯、这个棋。这个作为他们这么顶尖的棋手，这个黑棋的优势就太大了。应该说这个白棋从整个作战来说确实下的有点勉强。嗯、黑棋这个提拔花的情况下这个地方还要搬长，这个确实是给黑棋一个断点。哎，我看这个时间，从节奏来看啊，白棋还能想这么久，应该白棋还没有读秒哦，是吧？对，否则一分钟之内，我们说了这个农心杯的规则，保留时间用完之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落子了。对对。那么现在看他这个节奏，还有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对，嗯，他下了，挤在这儿，挤在这儿啊，挤在这儿啊，挤这个是挤在这儿，应该就是双活了吧？挤在这儿，关键是先手后手呢。白棋能不能脱先呢？这个棋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把这个顶掉。好，这个就是非常简单了。然后脱先，黑棋脱先，黑棋随便走一个，走一手白棋、我们就算白棋吃，黑棋就算粘住。你走，我踢掉，好像双活了。走，我再走，这个白棋吃不掉黑棋，那这个黑棋现在是非常简单。那白棋黑棋是可以脱先了吗？对，黑棋可以脱先了。黑棋就是要不要顶这一下的问题。我看是顶掉比较简明。现在黑棋是主动权是全部在自己的手上。嗯，黑棋如果不就是还是要就是不顶，还是要瞄着袜呢。袜的话，其实黑棋顶一个已经可以满意了吧？非常满意了，不是满意，我认为是非常满意了。这一顶。一顶先手之后就已经先手双活了。对对对对对对，一顶已经先手双活了。但他也可以，确实他要考虑要不要顶这一下，只能这么理解啊。他觉得顶一下很简明啊。对，顶一下是很简明。这黑棋现在应该是收获很大呀，周老师，你看，对，他比如说这里加一刀，嗯，那么他大概不走，也大概你顶完他再顶进去也可以啊，他就是应该是一样的啊，他不顶也行。哎，虎丸这个。为什么落一个后手呢？因为他有可能有打劫，有个打劫的可能性。他不知道走哪外面。即使有打劫，嗯，是不是也应该在外面抢一手？是，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就是拼一下，因为这样的话，黑棋先手双活，这个地方还能活吗？这不能活，这个好像有点大呀，这块。我们因为今天。作为这个第三方哈，坐山观虎斗，这个心情比较轻松，对对对，就希望这个棋局下的精彩一些。对他顶这个也一样，就是替白方着急啊。嗯，这个就黑棋肯定是脱先了。哇，黑棋下的很稳啊，他是猜这个啊，这个不棋确实让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是不用接，为什么不加一手棋啊？哟、他是怕。他觉得上面比下面要重要一些。不是，他是应该是正常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这么吃掉，白棋打不打掉？可以打掉吧。他这样，他觉得被人家逼住之后，这个他觉得这个两个字怕别人精纯掉，就是、哦、有他担心的地方。嗯，他虽然我们觉得有点离得有点远啊，但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个黑棋现在。已经有点优势意识很强，这个已经不是优势的问题了，是要怎么要下的稳妥一点的这种最安全的下法，最安全。这步棋应该客观点说，不太像袁胜珍这个棋风，对他的风格是吧？对，完全不像这个，但是能从这步棋能看出他现在对形势是非常乐观了，这步棋应该是非常乐观了下的。
可以说是袁胜珍觉得这个形势是现在非常有利啊。看这个袁胜珍九段的神态，哎，非常的轻松啊，自在。对，这个棋，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团体赛，对棋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团体赛，棋手还是比较看重的。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我猜猜他应该会毫不犹豫先把这个吃了再说。这边这个我这个还能死吗？对吧？我这只要活了就行了。你再吃我这个，我再想办法再给你做活。就这一届农心杯对袁胜珍来说是第六次出战了。嗯啊，第一届他03年到今年看都已经隔了18年了。是是是，的状态看起来，这盘棋看起来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现在黑棋应该是，这一个战斗应该是把这个虎丸给这个给打的抬不起头来。我这看看法是，这个虎丸对这盘棋有点不发挥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是输了的话，肯定是这句话啊。但是现在形势还没有，毕竟这个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没结束。但这个棋确实是这个上面这个一个交锋，应该是白棋是被压制住了，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压制住了。这盘棋如果说这个正常进行的话，感觉黑棋是有一种完胜的感觉，有没有？对，如果赢了的话肯定是完胜。哇，现在白棋还尝这个，也很冷静。对，很冷静。冷静，尝一个是问一下黑棋。这步棋倒是挺冷静的。看看黑棋走哪。现在黑棋的下法应该是，但是这边白棋再后，上面黑棋已经拆二了，已经没什么担心的地方了。对，这步棋也是有点让人想不到的一手棋。这个黑棋是本身这个是没有挖的，挖的话它可以从这顶过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尝一个长的黑棋有点不知所云啊。黑棋现在狠一点的话，依然可以封住这个口。你挖的话，我顶这个。你顶这个的话，我双这个，这是好像没问题。就狠一点，现在是可以飞住的。这个棋确实是有一点黑棋现在，选择性有点多的时候。但是稳妥一点也可以断这个，把这仨吃了。但这个断这个吃的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了一点，小了一点，这个就是最本分的下法了。这个应该不会下这个这么本分的下法。现在不管怎么说，黑棋应该是选择的面非常多啊。好的，现在我们看棋局是进行到这里了啊。好，现在黑棋是不是还在考虑当中，是吧？对。那么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也稍作休息啊，大家喝口水，过一会儿再回来。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棋局啊，黑棋下到了白棋几，是吧？长下，对，长一个。接下来黑棋那么是补在这里，下了一个还是最狠的一步下吧。这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是挖的话，黑棋可以从这地方顶回来，没有问题。白棋如果顶的话，瞄着这个挖的话要双赢，这样也能封住。所以说飞一个应该是最狠的一个下法。应该说袁胜珍应该是还是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啊。对，现在是白棋必须要搞出一点手段的时候。但是这个比较难啊。因为黑棋这个封锁线还是很完整，比较完整的，比较完整。我们看看这个白棋啊，这些虎丸九段它是碰在这里，对，还是先碰再靠，这有棋吗？这样黑棋就是这么简单的挡住的话，应该只正常是应该只能断了。断的话我们假设可以看成这个样子，这个应该说是这样，之后白棋应该是要挡在这里的话，黑棋如果补得不牢的话，它是有可能有夹住的可能性。看它是就粘住粘住粘住，粘住大概是比较本分的想法。
好像也夹不住。这个地方如果是跳的话，我们看啊，这个它可以冲之后它是断在这儿。相当于我相当于可以看见你冲着啊，冲着这样，这样也是封不住的，很简单就冲出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好像就简单的粘住是似乎就白棋就封不住黑棋。如果你是飞的话，我就加出来，也可以对靠出去。如果你跳的话，那我就更简单了。应该是挡的话，它就应该接回去。但是这个白棋也是没有走这一项啊。难道这个棋还能再扭断吗？这如果再能扭断，这个就是神仙招了。这里是吧？断在这里。断这里。这个确实。很难，现在对白棋来说，这个要挽回局势啊，这个任务。现在应该早点早点行动。白棋现在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危机，现在有点危机。其实像双方呢，刚才把时间都主要花在了这里，对这个对杀对，这个对杀其实还是有比较复杂的，对啊。但实际上这个对杀呢，可能对黑棋来说没有那么难以掌握。对黑棋的选择太多了，比较多。从事后看黑棋的选择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他这个先手双活，对对对对对，下的也很稳，然后局势也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对，白棋呢是有一些，也这个怎么整个作战是肯定是失败。有没有感觉今天虎纹这个节奏啊有点不太像他？白棋果然还是下了一个比较凶悍的一手啊，再穿这个。现在白棋的策略就是要把这个局面啊搞混，对，不能让黑棋舒舒服服的全部都围上，一定要把这个棋啊，这个就是要浑水摸鱼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让黑棋太舒服。黑棋现在也是要参考一下了，如果是给黑棋制造一些麻烦啊，这个比较容易想到是粘住这个。粘住这个的话，白棋是不是要真的是要使出这一招了？如果粘住的话，就是这一招。像这种，周老师，我觉得像这种点断的棋啊，就要看对手。像我们爱好者之间的对局，我觉得这个还很乱，棋局还很早。但是对袁胜真，还有一种他有可能粘。对对，袁胜真这样等级的棋手啊，冲完再加入这个，这好像也挺稳妥的。这样倒是比较啊，这样他也有可能也要断。断我就继续打吃。打吃他打吃他尝这个。这个尝他就这样子。现在有点，如果打吃这个他尝在这儿，你粘他从这儿打。那我直接冲呢？你直接冲不怕，他就粘住就行了。我要和这个和这个结合，所以好像应该是要粘在这边，不能，应该是要粘这边。现在，因为袁胜真，我印象中啊，当时哦，袁胜真下的他还是为什么叫袁大锤？就是他这个局部力量，局部计算非常的精准。这步棋也不错。这步棋就是让外面这个白棋就没有任何的想法了。对，这个就失去了他这个生命力了啊。对对对，这样他下面稍微让你这边占点便宜没关系，这个倒是很简明。这样，如果你冲断我就也算了，应该是。你说他冲断，应该是这回要冲断里头了，是吧？应该要冲断里头了。断在里边，它是要我粘住还是吃里边？粘住的话，就有可能要被冲了。不是，如果你吃这个，要被冲烂了，这个大概就算了。这个就算了。应该这个黑棋应该是可以满意了啊。可以接受。不能说满意，满意可以接受，对，可以接受。白棋肯定是有这个，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白棋还是很有收获。毕竟把这角，而且我没损这一下啊。这个官子以后有可能还会有利，但是。整个局面应该黑棋还是在黑棋的掌控中，应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厚实的下法，是在这儿。这个就是不给白棋，如果粘在这儿是最凶狠的，如果粘在这儿是能成立是最凶狠的，
啊，这个就是、这个他寸步不让，在端这个，这个就有点复杂，他也大概是要端这个，他是选择了一个还是稳妥的一个下法，冲过来，然后再夹住，接下来白棋应该是要冲端里头，这个接下来白棋应该是要冲端里头，如果冲端里面。把脚上这两个子吃掉的话，对白棋来说有收获，有收获，是不是战线拉长了一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不管怎么说，已经是找回点损失了啊！如果能把这个脚，尤其还断在里头吃掉的话，那还是找回了很多损失。是，其实你像农心杯，它这种是团体赛制啊，擂台赛的团体擂台赛，然后像围甲很多这种联赛团体赛制的，我发现就是你。自己的棋啊，哪怕形势不利，他一般也要多坚持一段时间，是吧？对对 对, 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团体作战。是是是。过早的你，如果像围甲四盘棋，有一盘你很早早的认输了，其他三位队友这个就有点紧张了，是吧？就自己不容有失了。这个士气至少低落了，对不对？士气低落。所以对虎王来说，不管怎么样，先锋之战你一定得。多撑一段时间，是不是？是这样，说不定还有机会呢啊！所以说前面这个地方也能理解他啊，这万一被人家吃掉了，这个就结束了，尤其快读秒了。对，所以这个至少这么下战局，还至少还可以再下一阵。冲了啊！冲了，应该是要断里头。冲完了再考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断的可能性大是吧？也有可能断这个吗？断这个就是比较稳的下法。断的话，但是现在需要拼，我觉得现在是要需要拼搏的时候。还是断在脚上。他要吃嘛？吃的话，那我就把他这个冲过来。这个至少很乱啊。对。这个应该是要拼这一下。这个不拼，现在不拼，更待何时啊？啊，断脸这个断里头了，下了是要断里头。没有，这个还现在是我们摆的。没有没有，断了断了。啊，已经断了，已经断在里边了，是吧？断里头了，已经断里头了。这个是要拼搏一下。黑棋稳妥一点就粘住了，但是我们看看吧。如果吃的话是什么状况？吃的话，白棋肯定是要这么冲进来。这个冲进来，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厉害。这个好像这就打掉吧，这个也保留了。这个，冲这个要不要长呢？这长我就顺着冲过来了。这个好像不怕。这个黑棋应该是不算了。这个黑棋这个现在形势好，应该是不会这么拼命。对，没必要把这个水搅浑啊。对对对，因为他这步棋就很稳妥嘛，这个地方像。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袁胜真应该是年纪也是，这个属于老将了。也从这部棋可以看出来，他现在已经就是火气没那么大了，火气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了。对，现在尤其形势好的时候，他这个能看出来，他还是希望能下得稳妥一些，心平气和了，是吧？对。石山也是这么选择的，算粘上、哦。对，他吃了没有？吃应该这正常应该会吃，是要吃这个非常大。这个不吃的话，就是要那个什么，这个就是读会儿秒。对，吃掉了。那么不管怎么说，白棋呢，把这两个子脚上吃回来，这个目数啊还是追回来一些，追回来一些。但黑棋这块空还是看上去很大，而且很厚。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棋应该是得分了。这个地方，我们一直说一直被黑棋压制着，这个很久了。这个地方，终于是白棋还是算有所得。立，这个肯定是要立着的。他应该是要考虑断上去，立完应该是要考虑断上去了。断这个是吧？对，这个地方他应该是要考虑断上去，要不就没比。立完它是应该断的话能吃吗？吃它再跑是吧？这个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有些复杂的。对，这个怎么下呢？这是打吃还是拐？打吃就简单了，打吃我就把你的吃了。拐小尖，不知道做什么。小尖，如果吃这个的话，那顺势一打，也跑不了啊！跑过这我一拐，对，拐人家黑棋拐还是先手。对，
他有可能在冲这个，这个在冲这个，冲这个，冲这个，他在吃这个。吃是先手，我得，我就吃上吧，把这个吃掉吧。这样，这样他尝这个是吧？尝这个。好像白棋又死了，粘不出来，差一气。对，因为白棋只有两气。是。他应该是立完了，他应该是要考虑断上，可能要断。是白棋是肯定是要走这个的。因为断上去，如果能把这两个子吃了的话，味道也很好，然后目数也不小，还是再考虑。对，除了这个断，还有别的大场吗？那就是这边了，肯定那如果、这个角，对对，就挂进来吧。这个不管怎么说就进来。这个那不走这边，大概应该走这边。然后这个手气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气。然后这个和厚薄也有关系。厚薄应该没关系，就是目数大。啊，就单纯的目数、单纯目数大。这个以后吃完这拐，这个目数还是很大。现在黑棋还是黑棋是没有去断，那就是他走在这里，就他觉得这边的。先保留。保留一下。把这边这边确实大，这个也不小，但这边更宽一些。在这里，走在这儿的话，如果白棋狠一点是要尖的，尖一个是比较狠的。这样黑棋如果长扳，比如说断一下，它这样，大概是要这么活，可以这么活。所以白棋现在如果说不是尖，那就是靠一个围剿，或者飞一个也是可以考虑。黑棋应该说这块空还是非常大啊，我们可以简单数一下这块空啊，这块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六八九十十一，这是八目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十六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九、四十、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八目，我粗的数了一下，五十七八目，这东西还算你冲掉啊，五十七八目。那加上这个十目，十目应该没有啊，六十五目大概是黑棋全盘是有的啊，加上这一目，六十五目是肯定有了，六十五目，白棋这块十目是肯定有了，这块十目强，二十来目，这边也就是二十目，四十目再多算一点吧，四十五目。目数黑棋我们初的数黑棋六十五目，白棋初的数如果这块角围住四十五。四十五对六十五，盘面二十目。但是呢，这个棋白棋还是比黑棋还是显得厚一些。白棋比黑棋厚一些。白棋要比黑棋厚一些。白棋应该还是比黑棋厚一些，那就是这个长目的潜力会大一些，会大一点点，但是毕竟黑棋有这个现实的这个目数现金在手里，对，所以说这个棋应该可以说是黑棋现在是明显好，看白棋下的还是很稳健，对，这个虎啊，这个虎也确实很大啊，这个虎很大，把这个段补上了，对，把这个段补上，这个段还是。就算没有断，就这边也有一对先手，是吧？是，反正这个断，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考虑这个断的。这个断，因为除了目数大之外，还有厚薄的那个感觉，就也很厚。就反正我要是我会先断那边。还有补了一手啊！哇，这个这么稳啊！这个够稳的，这个下的确实有点。为什么要粘一手呢？是怕什么？冲断吗？怕冲断，应该是怕冲断。如果不粘的话，这一冲断，他怕冲断。确实是。这样味道不好。确实是，有点担心，是吧？担心。还有点担心，那他应该还是断一个。那他如果这个，那为什么不先断？就哪怕死了都便宜，我的理解啊。有点担心这个地方啊，开始担心，因为我看看他怎么补啊这边。这个
你可以，其实他也是担心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哪个最笨的，就粘住或粘这个。但这他在怕对我当时我怕这个字跑出来。他是他这个一旦形势好的时候确实是会这个人就会担心的事情比较多。嗯。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棋就下的有点缓了，这个棋。下的。他就飞过来。这个应该说是白棋还是能先手虎着还是非常满意的对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棋白黑棋还是应该拼这一下，这个地方他哪怕死了都应该拼，就是这个我就是断完两我能收两下气也是满意的。嗯、哎让看要让白棋走两手，哎这个地方。这断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哈、就是。你打我就跑嘛，这个问题不太大。就哪怕你就我们就假设说啊，你吃一个，我哪怕就算这个走一个，我让你这么交换一下，我这木数也便宜很多，嗯，所以他应该就我别就不就算不去吃，我就算粘一个。断的是有可能冲吗，周老师？嗯，冲这个。嗯，嗯，冲这个，就是我提你再打这个是吧？对，他是有他担心的地方，确实有他担心的地方，这样如果我要强撑就只能撑在这儿。嗯，这个是他这个有可能会形成转换是吧，这个有点复杂。嗯，这个冲过来。嗯，冲这个我再提，那我提这个。我再长。嗯、对。这样我再对那不是我补这个然后我再给你。好乱。对这个有点乱。嗯他怕、这个他应该是。他不想制造混乱是吧，他不想制造混乱。嗯。好吧这个地方我们能理解他的心、这个、心情哈、能理解他的心情。一定要稳。嗯他觉得这个自己本钱已经比较厚了。嗯。没必要去制造麻烦。对这个。徘徊，哇，这个飞一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嗯，飞一个是白棋，这个不走不行，这位走一冲一贴就死掉了。黑棋现在是，是走哪个？现在本手就拐吃一个，本手就是拐吃。嗯，想再积极就是煎一下，煎，但是还是选择积极一点。现在黑棋呢，基本上把自己的该补的毛病都补的非常的结实了啊，对对对很扎实了。如果平稳进行的话，按照我们刚才点的目数，那应该依然是黑棋优势。对，肯定是黑棋还是好的，要不他还是不会下得这么稳。就是目数现在是黑棋是明显领先，但是白棋呢，现在可以看出白棋还是有一些这个地方黑棋没活，然后这两个子儿呢，现在这个如果说能分开之后，这个打入之后，这个也会比较混乱。嗯，尖了，太尖了。好、啊，尖了啊。嗯，这个棋如果白棋现在搬这个的话，黑棋应该是会搬这个，就是要先手补活，要先手补这个段。现在白棋正常应该是脱先，这个地方脱先了。现在白棋是有几个可以选择的地方啊，比较容易想到的是从这边先把它顶过去。就是白棋现在也是要有所选择了，比如说这样啊，我也这么想，然后再拼这个。通过这边的子力优势来最后跟这个黑棋这两个子儿。这个希望能大吃它。对。这个是比较也是一种拼搏的下法。但这个就是目数有点损。还有一种呢那就是捞这边。但这样它两边如果连上的话这个就攻不上。啊他直接先来。先拆。先拆。先拆黑棋抢了一手把这个立下去。这个。这个抢一手。这个有点狠。那如果这样的话，白棋会不会就这边顶过来了？应该是要顶过来了。
那就是黑棋要准备要弃掉这两个子。不过这手棋确实也大，这手棋确实也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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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棋，价值应该接近20目了。这手棋啊，单纯的目数就有20目。对对对，接近了。因为他吃完之后，这四个子儿还就是上面还被人还有先手。所以这确实很大，值得抢一手啊，冒个险。是。接下来看白棋啊，这个劣势之下，现在怎么样来去？制造一些机会是吧？对，刚才像周老师说的，这个顶过来搬过来，是不是能对这两颗黑子发动一个总攻？对，就是白棋应该要想办法大吃这两个。或者周老师有没有说，比如说顶过来点一点，全吃是吧？那就更狠，那就是把这个连带着这边都吃掉，那是比较缠绕攻击是不是啊？你现在缠绕没什么意义了，你缠绕它你要不就吃，就要来点实惠的。对对，你缠绕最后把它缠在一起，现在已经跟它一起活了就不行了。对对对啊！现在我们要讲实惠，原生针九段，现在是这个形势不错，原生九段第一。就是18岁第一次参加农心杯就取得了三连胜，是当时还是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啊。对对对，第五届啊，周老师好像也参加了，是吧？对对对，您当对他这个印象，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吗？留下印象就是他，他棋风一个是力量很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棋非常顽强。就是形势不好的时候非常顽强，那也是韩国棋手的一个对特色。就韩国棋手本身他这个棋风就是一个是比较好战，然后另外顽强，这是对中国棋手比较深的影响。胜负心特别强。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一代接触日本的棋手比较多一些，日本棋手就是会到这个局面他觉得不太好了，如果你盘面领先他10目棋，他有的时候就会选择认输了。但是韩国棋手那个时候给我们印象，你不是说你领先什么，你领先20目他也不会认输。他还会寻找战机，对，而且还真能找出战机来，那时候就一个日式围棋，一个这种韩式的，对对，反差非常大，韩流，对，反差非常大，当时的给我的感觉是，他呢，虽然他比我小一些，但是他当时他是比较符合这个韩国棋手这个方面，这个特别符合的一种棋风。那袁胜真成长的这个经历，正好是韩国围棋这个迅速这个发展的阶段，是吧？是比较最鼎盛的最鼎盛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老的有曹云玄，然后当时李昌镐，再加上他们小的，他们正好组合是非常好。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三连胜的时候赢过小林光一九段。那就你想他还碰过这个50后的棋手，现在碰的是这个虎丸是99年，基本上就是00后的棋手了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千禧年这一代了，千禧一代跨度还是很大的。是，但是能看出来他现在应该说是前面应该还是比较反映了他的这个风格，但是后边应该说他下的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下的挺稳健的。有点日式围棋是吧？对对对。好，我看他现在又进行了一些先断。这个像是这个适应手啊。哇，这步棋单长，这步棋真的是日式风格。这个单长一个是什么意思？这步棋很厚。对，这个就是厚，这个用日本话就是厚，没有什么。但这步棋，我觉得这步棋应该在如果是中国棋手和韩国棋手看的话，那就觉得太缓了。就是觉得是有什么隐藏的这个杀招吗？就是、隐藏了这个尖嘛，但是尖呢应该也不会马上尖，所以这个棋就是厚，日本人棋手是非常喜欢这种棋风的。然后黑棋跳的时候，白棋再穿，这个就是我等你一下，然后我再来，把这个主动权让给对方，然后再来，这种棋。这种棋这个没想到这个枝野虎丸还是这个日本的这种风格啊。但是确实给人感觉是有点慢啊，这个长一下。停了一慢了好慢了半拍是吧？慢了半拍。慢了半拍再发力。当然了，将来再点一点呢，黑棋局部。现在黑棋我猜有可能会想飞这一下。要活要做活。要飞这一下。这个飞也是很舒服的一手棋。目数啊，这个眼位啊。
这两个子应该是要想办法弃掉了，嗯，然后把这边活得畅一些。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他是长之后确实要小心一点对方的这种尖出来，嗯，尖的话你尖的话这个冲过来确实还是要小心一些。这边有一段，嗯，有一段确实也不怕，啊，这个长确实，这个我敢打保票啊，这个无论是中国棋手韩国棋手，这个基本上百分之百不会选择这一点现在。嗯，他是看好了白黑棋这两块棋不太好联络是吗？嗯，但是你这个可以自己先动手干嘛要停一下。对，要停着，而最主要这个没有感觉到那么紧迫啊，这手棋。主要是这个接如果不严厉的话就对有没有那么紧迫，嗯，这个棋确实稍微慢了一点。嗯，有这个只能说是风格的问题。风格 嗯。把这个主导权是先让给了黑棋是加这个。嗯，做活。嗯，做活。现在这个白棋是要啊做活，同时呢他还是要寻求一个后门，是不是有联络，嗯，就是黑棋能如果能先手把这边安定了，然后这边再压缩一下白棋，但这边的压缩我们假设说啊，这个假如这样走一个，嗯，他能不能压在这一线很关键，但是应该是不太行，他应该是会对，我觉得白棋要反击了，扳完立下，这应该问题不大。嗯，所以他压缩不到这一线的话，那就只能就是弃了。怎么弃？嗯，怎么弃的问题，简单一点就是尖一点，啊，这样人家冲，哎，就这么弃啊，尝一下，这有点委屈，哎，有点委屈。嗯，另外一个也许会先下面来一下，白棋大概也只能搬。但是，嗯，还是夹不到吧？夹不到，夹人家还有可能顶断了，嗯，还有可能有顶断，嗯，还是夹不到。嗯，这个夹大概夹不到。白棋现在先尖，嗯，尖这个，哇，这个他应该是要搬，尖的话搬，能挡吗？挡我就算了，我再粘上。他这里这两个子，这个，也不太好连。这个他有可能他又来个俗手算了，这样就来一个就顶，不是吗？这样我再贴回来。我是防你这个冲我站，你这个冲这个，哦，我是防这个你冲我站的这个这样，嗯，这样如果把这两个救回来还是大的，这边现在小了。嗯，如果像这样黑棋满意，所以他搬有可能搬不到。这个地方两个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要下的细腻一些，搬他是先挤了，嗯，先挤的话那也应该问题不大，那搬他大概是搬的话应该是他要怕白棋反击，嗯，哎，如果能挡住那肯定是搬着一下满意的，搬他是不是要怕人家什么在顶这个，嗯，这个地方确实要谨慎，嗯，这个他在顶这个，他确保这个先手，嗯，是吧，这样确保先手，但是这个没扳着呢会差一些，差一点、啊，现在会不会使出你这一招，啊，这个比较煎完了之后直接贴回来，对对对，比较简明，这个比较简单，嗯，煎完就把这个走回来，现在应该说黑棋确实是比较好下啊，黑棋现在啊，他就是选择尖，这个肯定只能挡，嗯，这个确实比较简单，贴回来，因为这边两个字肯定是主力，这两个字应该是残字啊，对，我们只要把主力安全的拉回来，哎，这个就可以说是就非常清楚了，这个棋确实我还是没法想象，这个棋太稳了，长在这儿。嗯，这个，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民族的性格啊，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是的，是的。嗯，虽然是虎纹，他这个虎纹他是00后了，他这个不是99年，接近于2000年，但是按理说他们这一代就是吸收的这个围棋的这种文化或者氛围，包括他成长的时候又是跟这个韩国的棋手，嗯，对对对，来进修的，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大区别跟老一代的日本棋手相比，嗯，但是你看他这个还是这种感觉还是有。就说明这是日本的
一种基因，哎，对，应该这么理解。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下哈，嗯，但其实总的来说，日本棋手多少人感觉没，其实他们这个棋风已经越来越强悍了。嗯，对对对，但是他这个还是有这种韵味，但是怎么会流露出这样的痕迹啊？对对对，他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说，哎，厚实，然后呢留有了余味，嗯，然后有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对，这就是他们这个日本棋手非常就是对这种棋如果成立的时候特别舒服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棋这种感觉就是中国和韩国就中国和韩国棋手是基本上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痕迹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每一步都要咬得很紧，对对对对对，这个强度很大。对，嗯，那么这个日韩先锋战哈，嗯，不管今天结果是哪一方获胜，明天我们中方啊都是派出李维清啊这个单先锋，李维清也是首次出现在农心杯赛场上。对对对，以前还真正的00后，嗯，以前还这种比赛就是三国联是要最后一刻宣布一下那个这个出阵的。我看昨天这个抽签仪式上已经把这个都贴出来了。现在三国的先锋，嗯，现在也不要搞得那么神秘了，因为其实他们在网上大家下的非常多，所以说没所以换上谁下也都差不多。我们今天中方还是有两个新面孔，李维清、李清城，嗯，都是两位都没有参加过农心杯，嗯，那么日韩好像全都在农心杯上有过亮相，对，中国应该还是选拔出来的，选拔，对，嗯，中国是选拔出来的。中国我们中方呢五员大将就是柯洁和芈玉婷是因为有世界冠军，嗯，啊免选，嗯，后面这个范廷钰、李维清、李清城这三位是通过选拔出现的。嗯，这地方还是进行参考，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好，我们看看现在。如果是冲的话，哦，已经进行了。嗯，哎，哦，它是顶的。啊，和你的想法一样，周老师。没有没有，它是顶的。顶啊，哦，对，这个是煎完以后一顶。顶，嗯，顶也是，大家打这一下。打吃。打吃的时候。然后它是这样糊过来。嗯，这也算是一样，嗯，哎。不管怎么说，把这两个救回来肯定是黑棋。这样的话，他没有损这个，是吧？嗯。但是这个字掉一下。掉了。嗯。但这个字也不是关键。嗯。他这样，他为什么要打这一下呢？如果白棋正常是应该虎这个，虎这个呢，他这下就打不着了。黑棋可以先打完之后先团这一下，嗯，哎，他可以先团这一下，他觉得这一下会差别很大。如果能打成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能打成这样，目数至少差出了哇，这差出了四五目棋了，所以他想拼这一下，但这一下呢，确实也是打不着，胡回来，嗯，这样也算是进行了一个转换，再提，黑棋应该是要再吃住，嗯，嗯，应该说这个黑棋没问题。黑棋只要这边和这边连在一起，应该说这个地方的局部就不会差，应该这么说。对，现在黑棋就安全运转了啊，嗯，确保这块棋能够做活，嗯，然后黑棋的目数呢也领先。对，这样白棋应该下步应该是要点这个，这从棋形的角度应该是要点一个。黑棋如果做活的话，那么白棋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目标了。嗯，这样就是进入到官子阶段，就是比谁的空多了，嗯，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这么看，那现在这步长也是非常小的，这步棋如果进入官子的话，这步棋也不大。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黑棋粘了之后，这个地方至少长了两目棋。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本来是数58目左右，但现在粘完之后，这个地方60目应该是有了。嗯，60目有可能还要朝上，这个地方我们就算它60目吧。60目这个地方是10目是肯定有了，11目，嗯，10目、11目，甚至还有一目12目、13、10，这个地方13目。13、14、13、14、5目棋，60目大概接近75，黑棋接近75，白棋的话，这个白棋的目好像有点少，10、16、18、19，这块80，这两块就算你多数点也是30目、40目、50、51、55、57、58目。嗯，给他算多一点也是60，
反正不到60。啊、哦，刚才黑棋有75。黑棋我们刚才简单点接近75。接近、那就70多是肯定有了。实木朝上。十几木了，十好几木了。这个现在不是实木的问题，十好几木了。嗯，是要刺。现在黑棋现在只要说不让白棋现在也没不出什么太大的地方了。哎，最主要还就只要这块别死了就行了。这块棋不太容易啊。这个如果看成提成这样的话，这个黑棋还是很下面有一只先手眼，是吧？对，弯一个先手眼。这地方只要白黑棋一走，就肯定活。这先手眼，这有一只眼就活了。那么白棋现在主要现这边还会贴下去。哎，这应该是要补吗？要补一个。要补了。补回去了。补回去是正常。那么还轮到黑棋先走。那些死活是问题不大。现在黑棋下法就比较多了。现在看看这个全局的大官子。这个挺大。啊，这步棋挺大。会不会在这里他就补一上、这补好像有点，这不官子不大。官子不大。这手棋挺大。还有这手棋也挺大。大家就把这个粘上也挺厚的。要不他就冲了拔，这手棋不行。这边呢？这边虎一虎大不大？虎一虎不大，这个应该不大。这里能吃掉它吗？吃掉的话也不大，吃掉的话也不大，因为你如果说你跟死活没问题的话，你吃的也就一二三四五六目棋、你吃的不大，你还不见得有这个下面搬粘的。但是就是说你吃掉就是活了，活得很非常清楚。周老师说这个角二二拐是将来，因为这边有一打。对，打完这一搬，这个太舒服了，这个对我们这个棋手来说诱惑很大，非常诱人。对，黑棋小尖了，小尖，稳，那就是稳，稳，他也不是吃他，就是全都下的就是相当于再补一手做活。应该说把这个尖基本上也防住了。对，你说的这个小尖，他一个是这地方，然后另外防着一下这个，这个就是有一点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味道出来了啊、这个地方。哎呀，这个看起来黑棋啊，朝着这个胜利的终点越来越近了。是是是。那我们说这个18年前袁胜真九段是出征擂台3连胜啊。对。没想到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这盘棋应该说袁胜真应该说状态还是非常好。对。以前是光凭力量取胜，现在不但是力量很大，而且很稳啊，这个地方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毕竟这个虎丸也是很强的，日本的这个头衔战获得者，在日本排名这个二号人物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这个整个的围棋水平确实是在下降当中，跟他鼎盛时期这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个确实是很明显，是说相对来说吧，我说整个这个围棋的实力应该还是提升的。但是你要跟以前有六超的时候，还有这个那时候主要是相对来说，中国和韩国太弱了。对，相对是，不过现在在有 AI 这种辅助训练的情况下啊，说不定再过5年10年，这个格局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会有变化，不好说。不好说，说不定这个欧美会不会又异军突起啊？这盘棋应该说是黑棋悬念不大了，对是吧？对，如果获胜的话，是一盘完胜之局。这个虎丸也对，这个今天虎丸应该这一届是第三次参加农心杯，他第一届参加的时候是先锋，第一届他是3年前了，三年前当时出现，18岁，也是18岁，对，这一阵应该是悬念不大了，应该说三国擂台赛从最近这个战绩来看，还是中韩两国还是一个争霸的阶段。对，目前主要还是中韩争霸。对对、啊、日本有点像是一个看客的感觉。因为现在虽然说总体来说是韩国这个夺冠次数多、但是因为那是之前。对对对对。就是近这个10届来说还是中国多。对，是这样的。尤其是按照这个于斌总教练的总结，尤其是这个
冠军提高到5万韩币的时候，5亿韩币的时候，啊、中国夺冠次数很多。嗯，啊，虎安现在很难啊，这个棋局。对，要不要继续？嗯，应该这还没，这应该还是要再继续下去。你看我们接日本的阵容啊，嗯，也是基本上也是说进京进出，嗯，井山裕太第一人，没得说、嗯。之后呢，叫令和三羽屋、嗯，就是虎丸，许家元还有伊利寮，嗯，他们叫令和三羽屋，这、嗯、三羽屋很有好几个，有好几代三羽屋是吧？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对，日本一起都是三羽屋啊，什么羽什么的。对，三羽屋嘛，这个之前平成三羽屋，对对对，还有战后三羽屋，还有幕府三羽屋，对吧？到现在是平成三羽屋。对，然后加上这个关西第一人于正奇、嗯，也是日本应该说最强的，也是目前最年轻的这个阵容了。一个是年轻，然后一个也算是排名也是靠前，全是头衔战的获得者。但是从整体来说，平均年龄来看，还是中国最年轻。嗯嗯，对。那肯定的，你像 我们清一色的95后，对，像这个虎丸99年，如果在日本，他现在还算小将，应该是，但在中国肯定不能算小将了，嗯，已经不说老将吧，也是属于中间棋手，当打之年，当打之年，嗯，看看这个棋局啊，又进行了几手。嗯，这个棋还是要他要继续下的，打吃完之后，打吃爬，这个爬很大，大哎，这个爬是很大的，这个爬搬针啊，搬针啊，这个是真稳啊，这个袁胜珍今天下的是，这个是下的是真稳，长这个，嗯。啊，这个搬砖，嗯，有搬砖的话，我们数数啊，是三目棋，嗯，四五六七，接近八目，七至八目。反正这步棋我认为是大的。这步棋啊，如果一吃完一拐，下步搬还先手，白棋只剩下五目、嗯。现在这是你看五目，这一二三四五六七，长了七目棋，黑棋大概，这大概会差出十目棋来。这个爬应该是在十目上左右，跳，再见这个，嗯，白棋现在是，哎，这个地方还是围出了不少目啊。白棋现在是把这个目围出来了，嗯，现在这个棋盘上比较大的官子越来越少了，对，就是这地方，这一代怎么收复、啊还嗯？还有中间这一代啊，这个分界线还没有，嗯，啊，双方边界还没有划分清楚。这个冲了提也很大，这个地方，白棋冲了提是吧？对，冲了提。那么黑棋走出单粘就可以了是吧？嗯，粘一下，粘还是长，哎，粘下面还有个能打一下，也很舒服。嗯，他冲了，把这个冲了肯定是要提，冲应该黑棋应该是要提一个，那他冲完肯定是要提这一下，嗯，这个棋变化不多了，变化确实不多，黑棋大概是在这边再飞一飞，嗯，吃掉这个。按我们刚才的判断，就是白棋想翻盘的话，可能性不会太大，就是把差距拉小一点。啊，现在对白棋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心情啊。嗯。什么时候停止，还是要坚持到最后数棋。这目数还是差距还是。不过看这个日本棋手的日程，因为日本他是这样，他国内比赛啊，嗯，他早早的已经把时间定好了，嗯，好像看起来他们其他四位棋手最近好像都有比赛这几天、啊啊，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派了这个虎丸先上场？嗯，
应该跟这有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这个，因为毕竟他们成绩一直不好，所以说谁更有冲击力一些，我觉得他也是他一个想法。这些虎丸毕竟他是属于一个冲击型比较强的棋手。对。也许是跟这也有关系。是，包括像伊利辽哈也是经常担任先锋的位置，也是成绩不错的。对。因为他们，我就可以客观点说，那换别的他也很难拿冠军。反正所以说他们就干脆谁先上都一样啊，就是谁的正好有比赛有时间，谁就先上。对，我印象中虎丸是先锋第一局也是获胜了。嗯，应该是虎丸的这个农心杯战绩应该是两胜两负啊。袁胜珍的农心杯战绩是五胜五负啊，都保本了。嗯哇，这盘棋袁胜珍是真的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下的真的是哇，全是这种太厚实了，对，太坚实了，找不出什么漏洞。对，这个就是稳，这个要是不看他俩的话，以为这是李昌镐在下呢。这个棋最起码飞进来应该是问题不太大，就有点。劝降的意思吧，有一点、啊、这个是有。你让我保存点体力吧，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有这种感觉，这个棋确实是有点，这个如果说是李昌镐这么下，我还能理解，但是这是袁胜珍这么下，这个就确实让人很难想到了。哎，虎丸起身了。哦，这个是什么状况？这是要认输了吗？哎，是。这个招最后一招吗？这个被你说中了，是劝降了，劝降了是吧？劝降。你看这个一个小尖再小尖。啊，这个现在我们要等一下啊，要看一下这个。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枝野虎丸是离开电脑了。因为我们这个画面基本上是实时的。嗯。啊，我们给大家传输的画面啊，可以看到两位棋手的这个及时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对对对。啊，现在看到这个。两个人都离席了，应该是认输了。嗯，有一方离席，还有可能去卫生间，是吧？对对对对，两个人都离席，应该是看看是输的可能性。宣布结果是比较大了。当然，这个其实最终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悬念，应该是没有悬念。不过你这个总结很到位，就是劝降的一手啊。这个，枝野虎丸也看明白，虎丸也领会到了袁胜珍的意图了。这部棋还是很有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哎，又回来了？没有，这是两个人的图片。我们这个应该是都已经离席了，对对对，就是座位上没有人了。那么。现在我没有看到最后这个结果打出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手棋啊。是是是，应该是黑棋中盘胜。那么啊，黑棋中盘胜了，已经看到宣布了、啊。对对。那么袁胜珍呢，就是这个18年后又取得了以担任先锋，又获得了这个农心杯的这个先锋之战的胜利，是是，还是宝刀不老啊。对对对。哎，应该说是这盘可以说是一盘完胜之局，而且后边应该说跟他最鼎盛的时期的战那个下法还有点有一些进化啊，哎，下的非常稳。对，其实你看他这个该发力的时候也是在发力的，是是是，但是最后在这收速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很稳健。对，这个安全运转虽然看起来好像旁观者觉得哎怎么这么稳，是是是，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不错的啊。对对对。那这盘棋呢就是韩方先锋先获胜了，明天呢将由中方的先锋李维清九段登台攻擂。是的。那么明天也是我们大家会非常关注的。是。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周和阳老师做客演播室啊，我们分享了这个日韩的先锋对局。那我们共同关注明天的这个农心杯的第二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各位观众再见。再见。